对吧你照照照照贴贴贴贴贴先生你、啊、你买地价这样对吗？你是接到消息的对吧？啊，当时他们是要拆除是不是？不知道。问题发生，我们感到很遗憾，但是由总德这边会负起全部的一切责任。那我们请劳工局局长立即要开始要求勒令停工，并依照劳检法要处以相当的责任啊。那么同时要报请这个这个相关的这个机关来查验，呼吁啊，任何的公安啊，都是每一个细节都要照顾的好好的。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劳安检查、公安检查都要落实到底。